呀，我唔对啊，我无应该怀疑我心内底真正的感受。我明明阁要紧你，啊，毋过却予心内底的小恶魔走出来，敢若想到之前你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即个我一定爱陪你伫个身躯边，无论偌辛苦，我拢一定爱陪你。原来，这小子要伫你遐。迄暗你去看明凤妈妈的时阵，落伫遐，予我捡着。迄时阵，我就知影你对我的爱从来毋捌变过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成全我的幸福。子夜，你敢知我的心有偌痛？嘛是因为安尼。我才会录这段录音。这次的娃娃马上是咱的定情物。原本我想要利用伊，让你知影我对你的爱嘛，从来不改变过。你即马要搁在警察，你就直接讲 Yes I do， 爱就好啊。大手在照，温暖的日头。照着那条人生弯弯的路，小刺猬，你敢知影？我敢来希望你永远好快乐。看到你笑，我只是人，这真正算是活过。你爱我久，刚果你唔知影，我只有伫你的身躯边，我才会当感受到快乐。我的笑才是真心的。我相信，我真正相信。那恁你就无应该甲我等。你敢知影，等条感觉有偌痛苦，有偌恐怖？这阵我常常在想，明明是同一个人，想出过去的郑燕这么爱我，不过他却没去了。感情的你这么找魂，这么无情，我越想我就越生气，我就越怨恨，我就越艰苦。郑燕，你跟我定好清楚，我不爱你牺牲你自己，我爱你跟我做伙幸福，就像像当初咱结婚时阵讲的，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。小楚，是的，我袂去帮你一个人，我抱歉。我因为留在你的身躯边，除非你把我赶走，我不会把你赶走。若是有人再跟我处理，我绝对不会放手，因为我更加确定你是爱我的。我才会挽留你给人清扫，以后我会更加顾在你的身躯边。若是有人敢追求你，我绝对跟他拼命。俺讲好的了，来哥哥。当初甘的伊，幸福甘为珍惜，用咱真心付出。多谢你，跟我一起想法。我讲安迪啊。啊，咱这个电灯泡是毋是应该先离开一下，分小两口单独相处啊？伊应该有足侪话要讲的吼。唔免啦，大家拢足关心郑燕，唔免离开啦。甲你讲生笑啦，阮大家看到恁两人好好，当然嘛对你欢喜啊。你都唔知影郑燕哦，伊得到渐冻症的时阵啊，甘愿你怨恨伊，嘛唔愿意甲你讲出事实。迄时阵我真正足唔甘的呢。哥哥。今晚无少个讲起来啦，好，嘛对啦吼，拢过去啊，
啊，你嘛算是苦尽甘来了哈。是的，拢是因为我想要顾一个，才会惊我去。一心是要用家己的方法，做梁静川报仇，结果伤害人心甲阮妈，我两个相爱查某人，搁牵连着人脉，还一出车祸，跑落去山坑。我小莲阿姨，阿哥伤好，真也艰苦，这拢是我唔对，小莲，小莲我两话，妈，仁美，几乎恁俩拢唔讲话啊。这件是真心知影唔对啊，敢会当请你再原谅伊一届？妈，你为着救人心。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多凭这点，我愿意原谅你。而且真心接受，你甲人心重新做伙。多谢阿姨。陈燕，你爱人心赢过一切。虽然讲过去你捌做过伤害我的代志，啊，不过今摆我已经平安回来上海身躯边啊。一家幸福最重要的，人生幸福搁较重要，所以我愿意原谅你。安心讲一卡手机，了多伊遐。无早啥，你敢会记得这冠军手指代表什么意义？这是冠军戒指。我甲哥即马阁无咧拍球，你互阮这，敢会足奇怪？是你奇怪啥话啦？你两个啊，永远啊，拢是我的冠军后生啊！我无法度常常陪伴在恁身边啊。我希望以后恁看到这卡手指哦，定会想着我，嘛会想着讲啊，恁两个永远拢是我的骄傲。我拿迄个面，把这个手指摕走，我拢惊骗到安尼啊！迄个时阵，我就是迄大伯仔，感情拢是假。什么是假？自头到尾拢是真的。真言，你敢愿意？搁等下做爸爸，也好些。虽然讲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啊，不过我请你三十年，俺两个人的个性啊，感官真遐倔强。平常时无啥发脾气。啊！不过只要有情绪，迄性地起来，都互相拢袂体谅，所以咱才会闹到安尼，无法度收煞。怎样？你敢愿意搁当来做爸爸后生？我你是要讲遐话，拢是真心真意。
你永远是我王三好的后生。多谢你来救我，多谢你一直不放弃我，多谢你。你一声爸，等足久，真久无听你阿哩叫。咱爸阿囝，总算真正是好好啊。咱的后生郑燕，搁等下我身躯边啊，你有看到哦？你免烦恼，郑燕，我一定好好甲照顾，我绝对会让伊恢复伊的健康的。妈，是的，你在生的时阵，我无得好好友好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加倍友好爸，因为伊嘛是你无多妨害人。哎，啊，两公啊，小段时间，咱做伙来看你妈，直接讲些好消息。哎，家己拍开看嘛。天公伯啊，有影是对我王三虎真好，我有恁三个这么壮才这么好的后生。我这世人也无什么遗憾啦。王总裁，你真正愿意搁接受我？当初我摕这冠军首饰予恁两个的时阵啊，我毋是讲拍好了才是兄弟，恁两个拍好兄弟啊，这兄弟情啊，永远拢袂用散。恁即马毋是有这个搞？多谢王总裁。哼，啊，今麦搁咧叫王总裁啊！大叔爸，哥，啊，咱可是一家人啊！郑，冠总，我早就讲过啊，兄弟同心，乌托莫变黄金。这句话，永远拢袂变。多谢你，哥。妹，怎样？你家人叫上好大兄，过这个称号，敢来属于我这个二兄的啊？啊，你真爱计较。多谢你愿意接受我甲郑燕，兄弟同心，乌托卖变黄金。对啦，安尼就对啦。你呐，全部拢是我的骄傲。以后大家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，未来的路咱做伙行，一个就袂当走向去。